元宵节，对，希望大家元宵节快乐，能和家庭们、朋友们一起过，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高兴一下。今天希望能吃上元宵，希望能吃上黑芝麻元宵，是我最喜欢的。然后我奶奶准备来，因为我奶奶准备看我比赛，优陶，所以她能今天到也是，我对我来说元宵节快乐吧。